大家好啊，今天风特别特别大，最近很奇怪，假日就都是风很小，不适合海钓，然后平日就不太是，平日风就超级大，不过也不错啦，至少大家都可以钓了，对不对？比较多人可以钓了，这个池子不错哎。没有地方钓，就只好来测试一些东西呀、啊。一种菜，是那果实，怎么样？那乌地啊菜啊，还没有用过这个来钓鱼，待会来试试看。今天要试的还是有葡萄啊。那还有从家里面拿来的草莓，比较丑一点的草莓，反正就试试看，顺着风过去，顺着风。这是第二个草莓，先用草莓试试看，不菜了，乱掉一头。喜欢吃那个菜，啊，再扯，然后全部扯下去再说。
东啊？被矮吗？好痒哦。讯号了，看起来以前这个层底不太会重。有拍到一条，没拍到，好啦，然后又遇到一些钓友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